欢迎收看台湾望春风，这是周天王的书啊，杨三龙先生的刻，哇，这老前辈写歌都是跟咱不共款。这款描写高雄书院，高雄这种是以前到现在都有人在不停的写，像我个人也写了一首，是，就高雄有几间车辆站，当然我也介意袂当比，跟咱安排几首啊高雄的歌给我带欣赏，来，再来欣赏。